诸位同修，诸位同学，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阿弥陀佛，现或现大身，或现小身，身界金色，圆光化佛，宝莲啊，还有观音世智，助弥陀如来普化一切啊。这个经文，这都是我们学佛的同修啊，以及念佛人很基本普遍的印象，几乎不必很费力就能想得出来啊。所以经文说有异想者啊，这个意想就是你能在脑子里面有这个印象，再加上前几关这些真实的内容，这样配合起来，再加上最重要的，比如来夙愿力故，也就是仰仗弥陀如来无尽的大愿加持护佑我们，让我们怎样呢？必得成就啊，必定成就啊。所以这一关让我们的心真的安了，没有疑惑，没有畏惧，一心归向，归心归命弥陀净土，全力勇往直前的，让我们充满了信心。请翻开经本第205页。那么上次我们把第13关杂想观的经文讲完了，那么这一关，这个第13关呢，让我们呢对于这个法门可以说具足了信心，充满了信心。那么这一卷到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啊，那么善导大师的总结啊，在210页，210页就前请中，这个请就是维提西夫人祈请世尊来答复，初从日观下，这个日观是这个16观的第一观，至花座观以来，花座呢是第7观，从第一到第7，总名依报，就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，观他的环境依报。二，从相观下，相观就是第8观，那观阿弥陀佛的相，自杂想观以来，总名正报。杂想观就是第13观
啊，那么这一段是说的正报，观佛、观菩萨，啊，这是观正报。上来虽有一正二报不同，广明定善一门一境。这个善道大师将这一部经分为定善跟善善。那到这里这个定善呢就讲完了。那么下面呢就是善善的。这个善善呢首先要跟我们说的是九品往生。九品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善导大师把它列在善善里面。我们看接下来的第四卷。善善意。我们先看善导大师解释。从此以下次解三倍善善一门之意。三倍。三倍就是上中下三倍。就此一中即有其二。这个善善里面呢有两个意思。一名三福以为正因，二名九品以为正行。世尊在这部经一开端就为我们说出了三福。三福是一切诸佛修行的正因。我们要知道定善，定善呢是修念佛三昧，是修定。如果这个定修不成，那不得已呢求其次，这个其次就是善善。善善呢就是凭着善心，凭着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能够在少许的时间摄心，这样呢都能往生。所以这个法门才真的广大，一切众生才真实得度。所以最殊胜的法门就是有缘接触到的人都能修，这才叫最殊胜。有缘的人都能在一生圆成佛道，这才是第一殊胜的法门。所以呢最殊胜的就是善善。那么因此啊这个三福是决定不能够忘记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要详细的来给我们说明。我们看下面。今言三福者，第一福即是世俗善根。第一福里面呢有四句。孝养父母，
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这个是世间善根。曾来未闻佛法，但自行孝养，仁义礼智信，故名世俗善业。哦，这个仁义礼智信呢，就是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把它归纳起来呢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慈心不杀是仁啊，所以它是世俗的善根啊，世间的人，世间的善人，临命终时啊，遇到了善友，教他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啊。他如果呢，一听就接受了，就立刻发愿求生。啊，这样临终十念往生。啊，我们要知道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恶人啊，临终遇到善友，十念都能往生，何况是善人，当然能往生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啊，世间善人临终念佛往生，一念十念。那么这样往生呢，他的品位啊是中品下生啊，是这样的品位啊。那么下三品啊，下三品呢是造作一生罪业的人啊，造作罪业的这样的人去往生的。那么善人呢啊，善人那他的品位就高了啊，在中品下生。我们今天闻道佛法，依照佛法来修行啊，从善导大师这个开示里面，那我们的品位啊，至少应该是中品中生以上，这才对。那这个中品下生的呢，那就是没有闻过佛法的啊，没有听闻过佛法的啊，这个是善导大师跟我们说的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福。第二福者，此名戒善。这个戒善啊，也就是第二福，这个是小乘，小乘福啊。小乘的人呢，他们持戒很严，就此戒中，即有人天声闻菩萨等等戒，其中或有巨兽啊。这个巨兽就是受持的很圆满啊，或有不巨兽的啊。这个不巨兽就是没有具足的受持啊，譬如在家的同修，五戒里面，五戒呢，他受一条戒，那受一条，这个是可以的，
瘦两条也可以。瘦一条啊，叫做少分戒。啊，瘦四条，那就叫多分戒。啊，那么五条通通受持，叫具足戒。啊，他具足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戒律啊，可以一条一条受。或有具持不具持，这个具持就是说你所受的通通都做到了，这叫具持。譬如说他受五戒，他受一条不杀生戒，他这一条真的做到了，这叫具持。啊，受两条戒，两条都做到了。啊，受了两条，啊，如果只做到一条，那就叫不具持。啊，如果受一条，啊，连一条也没有做得很圆满，啊，也叫不具持。啊，所以这个持戒啊，有具持，有不具持。但能回向，尽得往生。这个就说明了，纵然受少分戒，啊，甚至持得不圆满，但是啊，你还是愿生净土，也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连世间善啊，这些从来不学佛的都能往生，何况学佛啊？虽然佛的教戒没有圆满做到啊，只做了少分，这个啊，这都是所谓的叫做有心人。有心想做，但是可能因为自己的福德因缘啊，或者是环境种种的因素做不好啊，做得不圆满。这样的人只要愿生净土，都能得生。啊，那么前面第一幅是世俗善人啊，也就是不知道佛法的。那么这个第二幅呢，是持戒的善人啊，他有持戒啊，但是啊，刚刚前面善导大师讲的啊，有具持有不具持啊，有受少分有受多分啊，甚至受的持的不圆满，这样的呢都能往生，只要你愿意回向求生净土啊。所以这些啊都是没有违背第一福的世间善啊。那么第二福又加上佛法持戒之善啊，所以他的品位自然是在中品众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三福者名为行善，这个行就是行为，包括了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善。此事发大乘心凡夫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文字啊要看清楚。他讲发大乘心凡夫，不是圣人，
啊，圣人那我们就没有份了。啊，发大乘心，凡夫，那我们都有份，啊，我们能做到，自能行行，我们自己能够将佛的教戒，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兼劝有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读诵大乘，这个是自能行行啊。后面呢，这个劝进行者，这就是兼劝有缘啊，也就是不但自己能认真修，而且呢还能够劝别人也修，舍恶慈心，回生净土。啊，那么这三种人都是善人啊，所以他往生这是中品上生啊，这是第三福的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虽然不修前面十三种定善啊，也就是前面十三种十三观啊，那么修善善也能往生啊，所以他下面说：又就此三福之中，或有一人单行是福，回忆得生；或有一人单行戒福，回忆得生；或有一人单行行福。回忆得生，这是说明三福修任何一福啊，回向求生净土都能往生啊。所以我们这样看下来，这个法门呢，真正是广大。或有一人行上二福啊，就是修前面二种福。回忆得生，或有一人行下恶福，回忆得生。光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，传承依循十三祖印光大师敦伦敬奋信愿念佛之延续，客尊导师上敬下通老和尚。其弟子上部下广住持之弘法道场。本会会训一，讲经弘法，净化人心；二，持名念佛，当身成就；三，兴办文化慈善佛事，以利道德而善风俗。古德云：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之理念，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。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，沉云观音之圣地，愿景续建如佛讲堂、长照中心、有机农场等，引导大家修心养性，内而佛外而儒之修学方向，引逗善因，未来还有个无有众苦、但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。
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至诚敬邀十方坛乐大德踊跃发心护持，福慧双修，共同完成千秋盛举，功不唐捐。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护持账号邮政划拨账号二二七零